哎，家伙，光知道吃三点，吃，哎，嘿嘿，哎六，哎呀，看你要不给你吃。没吃，没吃，长了，长了不行呀！这周边该长了呀，肌肉开始又长了。那肌肉天天到肌肉谁知道都成点儿。开始不是骨折，你知道吧？这两天呢，开始不是有点骨折，骨折。我跟俺医生，跟俺那医生问了一声，在村里边医生，他说你开始不是小骨折？如果要是的话，你还得那啥？小骨折。嗯，谁？他那个地方上一猛蹲下的。那开始不是整着骨头了，知道吗？骨头没事儿，那身体都是后边就是转下的。哎呀，那赶紧那什么干了？没事儿，这不行的、嗯、啊！我跟你说，检查都是检查。哎，爹，你要是腿瘸了，爹都把俺吓死了。嗯，他长了好几天了啊！他是长一天两天下来了，没事。这不回来要好几天，长一个星期了。嗯，得回来啥东西？嗯，不疼，他说，疼呀？不疼，不疼。那爹都疼着呗，不行多疼他也说疼呗，他不疼他不疼那是假的嘛，爹说的话。哎，不疼不疼都是假的。妈呢？你你去转一那爹重要还是啥重要喂？哎呀，说说话娘，你听听娘。走走走走走，把他慢点。走了娘，慢点啊，拜拜。过来给你带好吃的呢。主要干着地了。有长了个么放松放松就是紧放松放松算是放松就是紧别紧了对我听了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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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段时间时候太轻是吧？轻，那轻不轻？都是这不长也不长。他那个肌肉里边有出血。啊，肌肉有出血。对，有可能长了，他肌腱肌肉有出血，血管又破了。他这个你要应该做核磁查查，拍片查不出来。做核磁查查。核磁他有血啊，有淤血他能看到。哦，他有淤血的话都是血。要是真正多了少了，他吸收有那个多了就切开把它拍了。爹，我回家俺娘给你搞一桩。你干，别吃，别吃，大炮。那你不干？不是，一会儿给你说个秘密啊，没事的，没事。走，娘也不加你了啊，给医院来给你这出进了丑，出进了。娘，我给你说个事儿呢，我给你说个事儿，我说我给你说个事儿，回来了。回来了，你看这，你看这，不是俺爹去那啥了，没开了，往医院里去呢，真去了，真去了，往那去，我说拍个片儿，俺爹检查检查。然后那医生说啥？医生说，呀，你这长得挺狠的，那你说拍片儿不行，你得做个那个考试，不是考试啥也是，就是做检啊核磁，对，做核磁，他说你得看里边淤血多不多。而淤血多了，到时候看拿那个刀做个手术，把那个血给抽出来。哈，吓俺爹，走了。我跟你说，我跟楼下边呢，我拉不住我爹。我说爹，做个检查，爹，检查检查，看有事没事。没啥事儿。就是没事了，哎，姐放心了，吃点药，消炎药。要有事了，江南。我说别让你去，连啥呀？你别让你。我的身体是往俺爹，我叫他看着刀，越做事越大。哈哈哈哈哈！然后我俩都认识，拿一个，我说那叫咱开，那这拍了个片儿，他这能拍片儿，给咱这拍了个片儿。然后他说没事儿，他说软组织拉伤，他在这儿拉伤了。拉伤了啊？能不能？拉伤了没事儿。爷爷，来，不装，嘿，快点，快点。一个两片儿，两眼多，一个两片儿。改片儿啊，一天吃两片，吃一次也行，两次也行。然后你跟俺爹那家都吃，他这个都是你也都吃，你吃吧，对，都得吃。他这个到那时候年龄四十五以上都得补钙的。不是，你说药一开始吃住，你说你都别那了呗？呀，看
哎，你说了，你家里边没有了，没有了娘，没有了，你得再吃点，你看你。那太对了，再加上爹睡觉的时候呢，你给俺爹后边带点个盖的，让他睡的时候家敲稍微高一点呀。嗯，好点，那个学也学完。你还睡不着了，他不回去了，一去了就睡着了。你看你，你给我对上眼，我回家，我回家锁孩子了，上我打电话，俺大爷跑了，我的妈回来。他绝对没事。我拉不住，那个护士，一学开点就骂他。不是，那护士还跟他笑了呢。现在是干嘛呢？你反正这是直接让医院挣俺爹的钱，那怎么？小张，我俩。